入神魂，你无如天中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收回许愿，一切到此为止。哼，小明何其骄骄到杀人，你真让我失望，要我收回许愿，不可能。金箍，哦，提前跟你讲，接近神龙解开第二层钢铁金箍，及时缓缓飘降一股前所未见的暴气，震撼人世。想未到为了什么，你不惜解开金箍，可怒呀！不过世上只有一人可以拜你，那只能是我。你得让为兄见证你的进步吧，你的主观。今日神魂王正飞，母女天中万福来，金雕千里点无言，唯闻风尘如土埃。切实照干无异，责任的路，高平最激烈的进会。雷击，恐怖高飞，国之震撼。就算你救俺母女天中，也只有百姓告白。难哦！一双人剑锋寒，寒入炎黄心头间，素来三王中东的事情，尽在此刻，动摇在心。你要不告？天尊第二秀，动无可动，必无可避。阎王更加自信下去，一招不断，魔丸再提，突破顶峰，一招不寒而出。你，空王，杨新辉，心无恐高。冲天一击，劈山动岸，阎王顶峰之力，一杆行中威。哦，两雄交锋，气势所至，金力神魂竟出现关键之魂。走，天中灭出风云，一股阎王气命，竟然已控制。鬼斧头，杀机动刚。将那神龙拦出魔剑之力，阎王破空一击，尽显魔威。一剑速交，我和英雄不出其力，剑魔剑难以驾驭，先防无料工作。现在公平路，你太自负了。武将如我一笑一勇，杨王再无顾忌，进入三千地区，护持吞噬局抓了。现在这时，
真正的亲母断骨。早前并接着替亲母之力，瞬间无法，阳光之时关公受制，攻击力断，断路之手。哇！走！人气终将相尽人间，此心终究不见红军。王家众生以物迎福，圣魂众生为君受命。恁收回血骨，一切事由未完，不敌回头，一再帮助正道。你真让我失望。既然事已至此，先王撤回母乳天中吧，撤好阎王之手，杀掉元神兽，才能真正阻止这场动乱。杀了我，替我就永留苦境，这是您爱的结果吗？你明知我会对你动杀手，你再继续执迷不悟，我总有自己的罪犯，人心臆测，文官强暴。你若真重视我，就别以母乳天中威胁我。这件事，你且用早晚来付出代价。